从中间开始起针、嗯、是吧，起针起过来，因为这样的话呢刚好也锁了一下针，是不是、啊嗯、刚好锁了一下针。好，这样好，这里切记每一次都是在这里找个直线，是不是、啊、在这里找个直线。好比这再转不动了，你的手就这个架势放这了，你就得停顿一下，是吧，停顿一下，重新换换手，重新开始。这个起顿也是在变化吧？哎，对，变化着呢。这西凤就是根据你要跳的那个形状变化着的。你看这个西凤，你看我这要宽，你看我都把它弄。这个好困，你就这样拐弯的那个尖那个。那个吧。然后你看这都要收回来，西控都要收回来了，收回来了，是不是、啊、这叶子就是你转着的话呢它比直的好看，灵气，直的话不灵气、嗯、好，这个叶子就是